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唱闻天下事》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据外媒报道，印度有名老翁自1952年起就未修剪过左手指甲，近63年来，五只指甲总共长达909.6厘米，其中拇指指甲长197.8厘米，中指186.6厘米，无名指181.6厘米，小指179.1厘米，食指164.5厘米。该老翁名叫齐拉尔，居住于马哈拉施特拉邦。近日，他正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单手指甲最长的人，实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目标。至于留指甲的原因，齐拉尔透露说，在学校时，他们一个同学将老师的长指甲弄断了，结果呢，被老师一顿暴打。他们问老师为什么因为这点小事就对他们严厉惩罚，老师回答说，除非他们有留长指甲的经历，否则呢是不会理解失去的这份痛苦的。从那之后，齐拉尔开始留指甲，并一发不可收拾。齐拉尔表示，家人也曾反对他的行为，而他的日常生活也十分不便，例如洗衣服很麻烦，睡觉也得小心翼翼，工作面试常碰壁，到结婚年纪找不到对象，很难找到喜欢留着这么长指甲男人的女孩。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单手指甲最长的人，齐拉尔自己已经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目标。他将来决定将留了63年的超长指甲剪下赠送给博物馆，但是具体哪天行动，他说暂时保密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？身边有喜欢留长指甲的人吗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